大家好，今天分享蓬松小花卷，跟我一起来做吧。面粉中加适量酵母、适量白糖，用温水和面，然后搅成面絮，揉成光滑的面团。不用醒面，直接擀成大薄饼。擀开之后，倒上油酥，再均匀地涂抹开来，从一头向另一头卷起来，切分成等分的面剂，再像视频中这样一拉一折一压一卷的方法，一个花卷的生胚就做好了。全部做好之后，放入蒸汽醒发两倍大，再开火蒸15分钟，焖2分钟出锅，蓬松鲜软又好吃的小花卷就做好了，比面包都好吃。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，点个小爱心再走呗，感谢支持。